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.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谢一彤。Hello，谢谢。我们是。谢谢啊，姐妹花。今天我们来这边做么？今天我们来这里雇 baby。雇 baby 啊？雇什么 baby 啊？哦，玩沙，玩沙。这个是哪里啊？这个是我们新村的一个小河。这样呢，今天我们来这边呢，不是野餐，要帮 baby 冲凉哦。今天。这样呢，今天我主要的目的呢，其实就是要把这些沙呢刚刚一点回去，然后因为我们要种这一个辣椒，所以呢已经拿了六桶，然后呢要把这些黑袋呢装满，然后呢就回家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明天种这一个辣椒树。这样呢，在拿沙之余呢，就带了两个宝贝过来这一边呢玩沙啊，去在河流里面玩。哦，玩沙怎么玩沙？玩沙不是玩沙，他顾 baby 啊，所以这条河就它的水比较少，所以呢就适合给小孩过来玩一下，但是呢也是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的，所以呢我也是一直看着他们。所以看到连拍戏都拍，因为现在休息一下，因为拿这个泥土啊泥沙很累啊。是他的 baby 游走了啊，他 baby 游走了，哎，他的 baby 又游走了啊。 OK， 小心啊，这边会有这个四脚蛇的出没，所以呢啊，要小心四脚蛇了。这边出没就会出现了，跟出现差不多一样，所以呢有可能那个四脚蛇会从那边来或者从那边来，但是呢你不用担心啊，因为四脚蛇比它更怕人，记得不要喊哦。为什么？快点告诉爸爸就可以了，爸爸去打哈。 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请订阅我们频道和点击小铃铛，下次再见。再见妹妹，再见啊。OK， 拜。